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是你自己的时候说，结账操盘的，是吗？我说过这种话吗？那算了吧，那给他解了吧。这把打完的吧。咬你一遍啊，没有下次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说过这种话吗？什么时候说的呢？ 满城征服者，嗯，俺俩打一打，那地上全是触手。哎呀，跟这英雄玩可闹心了，真的。你不打他，他就在那里抠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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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抠，啊，你打他，他就一你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大，你也打不过他。 你不打他，他就在那里一直抠。这是。 跳一手啊！漂亮，奥纳夫，给我杀！死了，nice！这波双杀，回家。这波主要我们勾引的到位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我们的勾引。 我给南波王解禁言呢，卡了。南波王，别让我看见你，下回啊，别人都可以说，你不可以说了。你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，被我看见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就打假的，专业打假。哎呦我操！ 这有点烦呐！我好好打，我好好打了，那他不闪了吗？那我们有啥办法？你说他闪现，那剩一身血没死，闪现了，那你说咋整？咱也不是没好好打，不要拿这种没有办法的事情，老是我没好好玩。我好不好好玩，他这波也死不了。 怎么升了呢？我操了！我跳走吧。哎呦！哎，有点烦，上波有点亏。
真他妈的，这个闪现给我打崩了。这蓄区有点高啊，算了，溜了吧，打不过呀。一会儿他大好了，我们永远也打不过他，这可怎么整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真他妈恶心，这个英雄，哎呀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打不过了。那把闪现太伤了，后边他又升六了，有点滚雪球了。隐隐，你没用了，我跟他隐不了。他这个英雄，只要你猥琐，他就一直耗你血，你就根本你就别想翻盘。现在如果想把他杀了，怎么杀？下一波奥拉夫过来，或者是下一波他没有大，我们把他杀了，那行，要不然永远也打不过他。现在最好的方法可能是换路。因为我没有远程补兵技能，我只能磕他。真好疼哦。没完了，这他妈瞪着人就没完了，有点。哎呦我靠，那波闪现真的好烦啊！不能待了，兄弟，不在这待了，打不过，俺俩二打二打不过，那塔没了，塔没了，塔没了！你干嘛呢？你是不知道那防御塔一头峡谷先锋能给撞没是吗？这他妈！这把队友也不行啊。没得打，我打不过他，现在单挑。只是他这英雄比较难找机会，不跟他打团跑就可以了。慢慢来吧，我看看能不能找一波这亚索。这亚索万一他头昏脑胀跑过来找我，我把他一杀，我们直接升一级。看住！
哎呦，真的烦！好笨哦，这奥纳夫。怎么有人在这说活该呢？怎么就活该了呢？我这死了怎么就活该了呢？我是把你妈杀了，还是把你全家杀了？然后我以导致我是这个比较招你的恨，然后我活该，那倒也行。让我跳一下，怎么就活该了呢？我也没干啥错事儿啊，我干啥活该呀、啊？不是我素质问题，你说我要是没做点啥对他，我要没对他做点啥，他干哈说我活该？咱不得有个原因的吗？我说的有毛病吗？你他来了句活该，我寻思我做错事了呗，活该死了，这倒也对，是活该。你说我也没他杀他家人，我也没做对不起他的事儿，他说我活该。不要菜了，吃不下去了。嗯，那我给你拿走。嗯。还要举报我，主播骂人了。你说我哪骂人了？哪句话是骂人的话呀？我都不知道。哎，真难呐！还要举报我，我也不知道举报我什么玩意儿了。难呐！我死了，他说我活该。我说我是杀你家人了，还是做对不起你家事儿了？他然后他就说我骂人。关键我也没骂人呢，我只是问问他。你如果往上跳啊，是可以的。嗯，严重。不知道。
现在该我了。翻盘费点劲呢，这等级差的差不少。我下去杀一波沙米拉，有机会。现在就得靠他们自己了，我去不了。可以三换一，可以接受。300块，一二三四换二，也可以接受。这边等一波队友，看能不能打一波啊。小龙可以要，亚索可以杀，风墙不上了。哇，皎月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海兽祭司，快跑快跑，兄弟们！银马，看他来不来吧。我这暗，他在明呀。哎呀，我怎么回去了？我把这银马杀了。三换三，本来不是三换三。哎，皎月刚才没大，皎月有大，刚才不起飞了吗？有眼儿没有？给我插一个。没有眼儿啊。嗯，啊，有这个扣，一换一，一换一，赶紧跑吧。好疼啊，这东西打人。我觉得我得先需要一个布甲鞋这一把。这波没收掉银马，还是等级低了。等级低，等级高了不会这个样子。等级高刚才一打俩应该没问题，级有点低。不能上啊，等一会儿，别着急啊，你别急。没拽着，可以上这波。先杀沙米拉，再杀亚索。好，后排让我杀没，剩下的靠你们了，兄弟们。那奥拉夫怎么跑了呢？哎，你留一个滑板鞋，还行，四换四，别杀了，快跑！莽夫。打不过，哎呦我操，五杀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家不用守，守一下银马。这不膨胀一波啊？回头。
差一下，哎呀我操，又差一下，太恶心了，简直了，真是很恶心呢。这把我要把上路打爆了就能赢了，就好赢了。但那波比较可惜，没打够他，两波给我打没了。两个十五级，级太高了，关键是。两个人两个十五级，亚索才十二。咱们守一下看看啊。把他们也算上。上路这鱿鱼不守了，直接打下路吧。直接打下路。那 ADC 怎么没在呢？先杀沙米拉，再杀亚索，再杀他们家的银马。那队友怎么没了呢？滑板鞋死了。你怎么找他单挑去了？你跟我们打这边团呢？我闪现，我在这里闪现呢，兄弟。我刚那位置没办法闪现，你让我怎么闪？你让我闪现撞墙吗？我不得越墙闪现吗？我人都没贴墙那边，我怎么闪？